又观无量寿经，为提西妇人请愿，这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，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，唯愿世尊教我思维，教我真受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以佛的神力把极乐世界变现给维西提夫人看。啊，还有跟着他500侍女，是宫女。啊，这么多人通通看见极乐世界。啊，通通见到看见阿弥陀佛。啊，维西提夫人就要求看极乐世界好。啊，请求阿弥陀佛教给他怎么样往生，怎样能到这个地方。啊，就教我思维，教我正受。啊，思维真心切愿，真相信，没有一点怀疑，真相去，什么时候想去，念念都想去。这个念头重要，念念想去。我们发这个念愿，阿弥陀佛完全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，这是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安嘉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这个老人也不是凡人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跟他见面，他一定看得出来。啊，命很薄啊，没有福报，短命啊！啊，就像李老师他们都有能力看出来。啊，对这样的学生，李老师的方法鼓励他出来学讲经，因为学讲经转命运最快、最明显，因为这功德大。啊，我把身体献给佛法了，佛法无量寿。啊，奉献出去了，但不是我的了。啊，这是李老师教我们的，张家大师教我的时候，也是身体奉献给佛法。帮助正法救助啊，那你的一切，你的一生，佛菩萨照顾，你自己不要操一点心啊！我自己也操心，灾难就出现。自己不要操心，佛菩萨操心，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去？都有佛菩萨啊！你什么时候要去？我随时准备去，没有留念。留在此地，留此地不要发。我替佛教做一件事情，好啊！你心多自在啊，多快乐啊！啊，钱财供养有很好，做好事。没有更好，我不要做事，你多快乐啊！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嘛，放在心上
就是佛法。那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了，现在佛法可以说就剩这一部经典了，别的经典虽然多，没法子学，学了做不到。啊，只有这部经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发心求生净土，个个人都有指望啊，别的就不要搞了。啊，经典印出来留给后世，留给后人。啊，我们也对佛法之外做了一点工作，就是传统文化，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。这个话唐恩比说的，啊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这全世界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啊，这不是我们说的，英国人讲的。这个人是祸，这思维真心切愿，我天天念佛，天天求佛回向，就是求生净土啊，希望呢阿弥陀佛做主啊，什么时候召我回去，我很听话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点留恋，走的时候自在啊，有一点留恋就有牵挂，就有麻烦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，叫我正受，这个正受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真说。啊，思维真说这4个字，我们要有。